三锅、第四锅、第五锅到第六锅，第六锅之前都是准备要全杀了，所以它已经最稠的状态。所以第六锅的温度一定怎么样？一定最低。第一锅火力开到最大，因为烧开二只。第六锅快成品了，一定火最低。算是煮完到一个阶段，到第二锅、第三、第二阶段到第三锅，大家一路煮下。但是可以从第一锅开二只到最后一锅变成长要多久？大概六个小时。对，所以煮一锅茶20公斤，一到六小时左右，用柴烧的话，所以煮茶是一个费工的费力工作。哎、欸，它其实不在我上面，上面操作，它其实在这个地方，对，人在这个地方操作的，所以要拍照，将会被别人笑说不专业，是在上面拍，对，人在上面，下面的是干嘛的？下面也是雇炉火的，一个照一个的，要雇一个炉火，像全都瓦斯的，对，要拍照的应该上来拍，然后可以把盘子给你们，交给我一下。今年大概拿袋煮糖的话，12月可以来哦。嗯，来来来，在这边。